我们现在开始测试那个2016款的 Mondeo， 这一款是刚刚新出的，很多总线数据跟我们之前的还是有一些区别。我们现在在这里做个验证，那由我们工程师操作，我们看。先打火啊。四个门的窗户都打开了啊。下去，设备有我们的一个 mini 6的一个 LED 的设备，是苏伟德科技公司提供的。情况？啊，这是一个实现了一个远程操控的升窗落锁功能。通过一个车的诊断电脑和一个示波器，采集那个汽车看总线的数据。这个 OBD 插头就是苏瑞的科技提供的一个 OBD 的插头，它可以提供给上位机所有的信号。好，今天要设计到这里。